超級原創，一早發自輪創事。今日嘅辯題係在見證香港全球三級市制行政建築最有效率，對蔡松江為正方及宋南書面。之後，運輸及房屋局亦向公眾致歉，並將禮頓雜誌停牌，而港鐵高層亦都出
計你飲，甚至乎想擲飲。而喺傳媒講發報道林鄭月娥成就故宮產品嘅市政失意之後，輿論成功迫使政府重啟從公開諮詢程序，遵守制度之定。凡此種種都充分體現了傳媒對於政府嘅制衡。第二，制度內向法庭提供證據。在現行的司法制度底下，司法權失衡上往往過於被動，拘捕到控罪者的警方和律政司作為一個主動的角色，司法制度受到其他角色定位限制了制衡的力量。所以當警察在內的政府部門頻頻被指小責性執法的時候，傳媒是確保司法系統制衡到政府過程中越的過程中就越來越舉足輕重了。傳媒的編制是在於採訪，而法律同時對新聞自由有所保障，錢糧和資源充足的他們裏面的普通市民更加能夠主動調查和報道一些有爆炸性且關乎公眾利益的一些資訊，而傳媒的報道由於其公信力一般受到肯定，所以很多時候都能作為成功證供於法庭和政制和政府。其實政府近先要有人提出訴訟或覆核才可以有制裁才有制衡的機會，不是市民是要靠傳媒一路的記錄過去被刮出和報道過的真實片段政府的不公，例如在佔領運動期間發生的七警事件，由無線電視拍攝到的新聞片段，可以見到10位警察在典型站口打公民狼陣見招，而其後這個新聞片段亦都被用作關鍵證據，令到涉案警員被起訴入獄，最終付上濫捕的代價。如果當時沒有傳媒應該的話，相信到最後警方依法發達之下，濫捕事件同樣都要執法，可以傳媒所提供的證據對制衡政府有莫大的重要性。多謝各位。政府簽證方面，一四
梁振英被传媒揭发，多少后仍然同澳洲企业签订秘密协议，以获取5000万嘅报酬，但系最终政府并冇作出跟进，事件亦都不了了之。以至近日嘅修例风波，传媒揭发金警会嘅接受性不足，政府依旧唔愿意正视问题，不作任何回应。由此可見，即使傳媒能夠揭發問題，政府都可以視若無睹，無需負擔惡果，又談何制衡呢？最後想問有方，覺得有咩事件係單靠傳媒揭發就能夠制衡到政府呢？各位。如果你覺得傳媒能夠有效制衡到政府，一個咩力量先係最能夠制衡政府咧？嗱，有班同學，我哋唔需要舉出任何力量，只係反對咧，傳媒唔係就已經成立到變題啦。哇！原來有班同學完全冇諗過舉任何嘅反方案啦，完全冇諗過講出有咩嘅力量咧，先係能夠制衡到政府嘅。好，再問你，請問你覺得制度內裏面選票制唔制衡到政府？選票當然制衡到政府啦，但傳媒當然都制衡。係啦，已經承認咗制制度內制唔到政府嘅時候，咁請問你認唔認同傳媒嘅職能就係去揭發真相，話俾大眾知，同埋可以令到社會更多嘅輿論可以對準呢個政府嘅醜聞或者係？認同啦，但係唔代表揭露真相就代表制唔到政府啊！傳媒揭露真相。好啦，其實咧，內雙方已經有共識咧，就係、其實制度內冇任何嘢可以制唔到政府，同埋傳媒咧係能夠可以有效咁揭露到真相㗎啦。係啦，譬如喺制度內裏面，政府認唔認同？在司法程序上面，警察、司法部門等等，會有特登偏袒同埋去刻意隱瞞真相啊？原來有方來認唔認同？即係譬如唔認同，譬如律政司嘅警察嘅時候咧，會好會有方來覺得咧，警察同律政司會好公平咁咧去審查一啲去揾一啲資料咧，去控告一啲譬如警察犯法嘅案件咁樣嘅。咁咧其實有方來咁樣諗完全係錯啦。請問有方來，請問如果真相如果唔係傳媒嘅話，點樣可以揭露於公眾？不如有方來證俾我聽，俾出啲證據咧，司法部門係會調查先啦。其實咧，有方來講唔出，其實如果冇咗傳媒嘅話，真相點樣揭露嘅？而喺請問有方同學，如果冇傳媒揭露真相嘅話，能唔能夠令到政府有任何嘅回應？能唔能夠令到出社會上面有其他嘅責任手段？嗱，有方同學一步一步嚟啦，你都知。傳媒正揭露真相，但係咧，佢係唔可以令到政府係會作出回應噶。沙中線同政府咧關係，沙中線同事，有方同學，我講緊嘢，你唔可以打斷我嘅，方同學。有方同學，我知道話傳媒咧，淨係講沙中線根本唔係政府一部分嘅時候，咁同今日辯題有冇關係？唔同意啊，方同學，沙中線係港鐵。有方同學，港鐵公司係咪政府一部分啊？港鐵政府係大股東。方同學，港鐵係政府嘅大股東，唔代表佢係政府嘅一部分咯。有方同學，司法機構同埋立法機構咩令到嗰個官員負上任何嘅責任？有方同學，司法機構、立法機構咩做官員唔上責嘛？依家就係唔可以啊！有方同學，有方同學咁啲官員，你自己都講啦，官員俾人告，七警俾人告，咁嗰個人有冇負上責啊？司法得立法。有方同學有冇負上責啊？七警？有
有啦，咪就坐緊監。友方同學就係因為傳媒自己自我審查，所以佢最尾上訴成功，因為老師唔肯俾片出嚟，仲要剪片啊嘛。友方同學，咁友方同學喺冇司法機構、冇立法機構指教傳媒嘅情況之下，有冇任何一個案例係成功賺到政府噶？咪就係嘥咗錢。友方同學有冇任何一個案例賺到政府？唔好再講嘥咗錢，嘥咗錢根本同變態無關。友方同學冇司法嘅制衡之下，有冇任何案例指教傳媒賺到政府？西九文化部嘅官方主辯都有講啊，西九文化部嘅點佢而家違規咁樣做呢個工程，友方同學咁佢最尾負啲咩責任？佢最尾咪就係要承認翻佢過錯，公眾自治咯，咁咪之後咪改翻好咯。咁友方同學啦，咁呢個同立法會有冇關係啊？呢個有關係噶嘛？立法會喺度調查，當只靠傳媒嘅時候，咁係咪真係唔需要立法會啦？唔需要法院啦？只靠傳媒做唔到任何嘢？做到啊！又舉案例啊！友方同學。咁如果冇傳媒，友方同學得個講字嘅啫喎，連案例都唔舉嘅時候，點樣論證到任何嘢啊？友方同學，你我方根本就唔需要俾出任何
更加能夠制衡政府的例子，我方只是需要論證傳媒是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方同學清楚這一點，有方同學的論點其實已經基於兩個前設，第一就是傳媒報道到真相了。有方同學舉了兩個例子的，第一就是八三一的例子，但八三一是清楚先，但根本就沒有傳媒入到去，而真正報道真相的人呢，就是有方所講標準所講不是傳媒那些人，就是那些社交媒體、面書等等的例子。而721的例子就是林卓廷在面書那裡直播的，而立場新聞的記者更加在那裡被人打。那有方同學這樣做是不是叫做新聞自由啊？而且有方同學，我們就算可以拍到真相了，但最後是不是能夠成功出街呢？我們先看看，我們語辯講了，有明報和南華早報等的例子都因為內部審查令到他改內容、改標題，根本就算報導，就算你拿個資料但也不可以傳遞給公眾的時候，傳媒怎樣傳播真相？有方同學，第二有方同學的立場就是了，有方同學的前提就是只要有參與就等於制衡了。但是我方公面的時候問過有方同學，傳媒有沒有一個例子直接靠傳媒就可以令到政府受到制衡呢？但有方同學一個例子都舉不出，即是代表傳媒是要配合其他司法機構，真正的制衡是要因為傳媒只是一個工具，是提供證據給司法機構等等，然後由他作出制衡的嘛。有方同學，所以根本傳媒就不是一個制衡的方法，而事實上今天傳媒問揭露了又等不等於政府就肯回應呢？在9月2日的例行記者會，記者多次追問由警方831在太子站被警方打傷的市民中有多少是被捕示威者，警方的回應竟然是不要答應這麼有針對性的問題。記者再問了，當晚扔汽油彈的人走配槍，警方怎肯定目前中的人不是警員？警方直接跳過一條問題，記者要求回應，警方就反駁這個場是你的，不是我們警方的。原來今天傳媒是影到相問了一些問題，但政府繼續回應是這樣，難道有方都認為這樣算得上是制衡嗎？傳媒市民希望政府徹查警方的武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政府的記者招待會從來都沒有直接回應的訴求，不是說沒有資料就在打官腔。另一邊廂繼續派這個新宿警棍，不理有沒有委任證，更加表明監警會沒有這個法定的效力。有方說到現在條例撤回了，但是市民和傳媒還是希望落實五大訴求，但是政府不是想怎樣落實雙普選回應訴求，而反而想著怎樣動用緊急法停止暴制亂。我們不是說政府做的事是對還是錯，而說今天多少傳媒報道了，揭露了多少瘡疤，達到多少民意，政府聽了原來都不需要交代，不需要負上責任，更加不需要有任何後果。這個正正是今天香港現況，亦正正是這個社會最荒謬的地方。多謝各位。有分台今天很探訝的只是看，譬如是立場新聞，不是大公報、文匯報，可能就會有很多假新聞，可能偏頗報導，但他完全沒有看過譬如蘋果、立場新聞，甚至是有分台話有自我審查的明報，他也有發去找一些政府的醜聞，例如我方主要所謂沙中線醜聞等等。而呢有分台又說什麼七警案，他們拍了一條片又自我審查，所以就制衡不到政府。但有分台他就是拍了一條片然後放了上新聞報導，大家公眾都知道了這件事的時候，還要譬如可以放上法庭做證據的時候，有分台為什麼這樣不算是制衡不到政府呢？第二個論點，有分台說政府不會處理，在傳媒報導了之後，有方同學就堅持就話政府不會處理的，不會回應的。但有方同學明明有方主辯咧嘅標準咧就衡量辯題標準咧就話只要政府承認過錯就可以噶。咁咧其實譬如我方主辯所講嘅話，沙中線、西九文化區等等嘅事情，有方政府咧都有承認過過錯。
寫個過錯，甚至作出改變嘅時候，有冇話咁樣點解係政府唔處呢？再講有冇話舉出咗監警會嘅例子，有冇話因為監警會傳媒講咗監警會有咩問題，跟住咧政府就冇處啦。但係現實又係咪咁樣嘅咧？即係政府咧知道咗傳媒揭發咗監警會咧，譬如成員咧就可能會有唔係太足夠嘅時候咧。第一行政員咧就加咗兩位新嘅監警會成員入去嘅時候，咁咧咪就係講出嘅就係政府係會回應到市民嘅訴求，喺傳媒揭發咗之後，市民咧政府咧係會有所回應嘅。又因為咧我方咧有個分歧好簡單，就係究竟傳媒能唔能夠直接咁樣去制衡到政府？但係有方咧今日嘅標準係好苛刻嘅，即係我係講話傳媒咧一定要迫使到政府去退到撤回曬所有嘅做錯嘢啊，譬如做翻曬啲好嘅嘢咁樣先叫咧制衡到政府嘅。有方咁樣嘅標準會唔會太過苛刻咧？而咧傳媒嘅職能咧本身咧就係揭露真相嘅時候，佢咧缺乏公權力嘅時候，因此我方認為今日咧變因此我方咧認為衡量點樣可以制衡到政府咧，其實咧就係睇佢能唔能夠做到主動同埋全面性嘅工作。嗱，譬如有方同學就話可能傳媒咧係可以令到立法、司法、民意等等去就係通過呢啲嘅手段制衡到政府嘅時候，但係有方有諗過呢三種嘅方法都係處於一個被動嘅角色定位。如果唔係有傳媒咧去揭發呢啲事情嘅時候，立法、司法、民意點樣可以制衡到政府啊？因為第二樣嘢就係全面性嘅問題，有方同學就係傳媒咧能夠好揭發到咧唔同範疇咧嘅政府嘅醜聞嘅時候，但司法可能就係可以討論到一啲司法上嘅問題嘅時候，因此我方認為傳媒最能夠制衡到政府嘅。燒咗幾次啊！蘋果總部都被人燒咗幾次啦！而家所有嘅地產商同埋銀行接近都唔會喺蘋果俾人落廣告啦。當而家蘋果連基本嘅廣告商收入都冇嘅時候，你仲話呢啲唔係打爛入方同學真係好搞笑喎！佢真係方同學再同佢講就話測警嘅新聞，佢最少出到街啊！但問題係出到街之後佢再講，因為隻字嗰個拳打腳踢版本就係持續咗大概兩三個鐘嘅時候，最尾去到多人睇嘅時段啦，就直接改咗佢就話可能使用暴力。呢一個唔係一個對新聞嘅審查係啲乜嘢呢？再者，我同學我方都見到啦，而家無線連冇片都唔肯俾法庭嘅時候，當而家無線連法庭嘅審訊都唔肯協助嘅時候，呢個咪新聞自由打壓，同時仲根本都建構唔到有方同學第二論點協助法庭審訊咯。跟住有方同學就要睇下有方同學嘅第二個。就係方同學嘅第二大錯誤啦。方同學第二大錯誤咧就係論證不足。咁方同學其實做翻全場咧，即係資料剩翻幾嘅例子剩翻幾個啫。第一個就係根本唔關辯題事嘅沙中線啦。第二個咧就係咧西九文化區，但係佢都講唔到咧究竟係有乜嘢嘅懲罰。再者，方同學你就用咧我方嘅主辯稿嘅內容咧，就同我哋講啦，就話我方主辯稿咧就講過，就話只要上人出嚟道歉咧就叫制衡。但係我讀多次先，制衡最尾嘅目的就係要得到懲罰啊嘛！而家呢個西九文化區風波，林鄭佢哋有冇得到任何嘅懲罰啊？冇啊嘛！有同學你聽錯主辯稿就唔好出嚟講啦，有同學。再者有班同學咧，佢仲有其他例子就係咩咧？發生喺太子站，我方一配已經同你拆解咗啦。發生喺太子站冇任何傳媒入到去啦。有班同學自己主辯清清楚楚同你講，連登呢啲社交平台唔係傳媒，跟住而佢再重申一次啦，咁即係代表咗其實發生喺太子站同埋721。元朗站呢啲咩事件，全部都係符合緊我方嘅例子咯，即係代表係根本唔可以用喺有方嘅主線身上咯。所以啦，今日我哋講咗全場喺香港啦，你講咗咁多嘅地鐵站，不如我就睇下外國嘅例子啦。例如睇下中國裏面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傳媒嘅喎，啲傳媒啲名大家都識啦，佢都有權力去揭露一啲社會嘅真相，帶動中國入面嘅民意。但佢最屘揭露唔到啊，帶動唔到任何民意啊，因為中國嘅制度極之唔民主，你出嚟話習近平做得唔好啊，你成個傳媒俾人執咗，你就坐監啦。即係所以。
只係容許傳媒協助黨宣傳嘅情況之下，所以傳媒喺中國嘅效能係極低嘅。我哋再睇下美國，美國有住好多唔同立場嘅傳媒，但因為佢哋嘅制度民主，容許傳媒發表佢哋唔同嘅聲音，所以佢哋而家做到嘅嘢咪去制衡政府咯。例如唔同嘅傳媒對特朗普通俄案死纏爛打，所以去到而家特朗普咪俾人彈劾咯。美國傳媒制衡到係因為佢哋嘅制度做得好，將傳媒呢一塊工具用得好。當你翻翻嚟香港嘅時候，香港嘅制度比同美國比起上嚟係比較接近中國嘅，並唔係一個民主嘅制度，而香港。政經方面實行嘅唯一量係乜嘢啊？就係、是、三權裏面嘅另外兩種制度，立法同埋司法。所以今日傳媒就係一種係工具咯，即係透過立法同埋司法嚟制衡政府嘅一種工具。所以今日辯題理應唔成立，多謝。有方同學咪講咗話林鄭要受懲罰咯，咁咧其實咧有方同學避而不答，佢咧就明白其實咧，如果要論證到要林鄭下台先要責到政府嘅話，因為變態完全冇可變性嘅。嗱，再問有方同學啦，如果咧如果冇咗傳媒嘅話，有邊個可以揭露到真相，可以令到其他嘅制衡嘅手段能夠制到政府？有方同學唔俾七警新聞出街，係咪制衡？係咪影響緊新聞自由？係定唔係？想問點解叫打壓新聞自由？有方同學，點解要知道原因？就係而家新聞自由被打壓緊，連有方同學你講嘅真相都揭露唔到嘅時候，咁啊有方同學嘅論點根本唔成立。有方同學，我想問下啦，雷神攞雷神錘打怪物，咁最尾打敗怪物嘅係雷神定係雷神錘啊？係有方同學，唔好同我哋講雷神住，我哋講翻多場。有方同學又講到話，現時新聞自由被打壓，點解新聞自由要被打壓？就因為現時傳媒對於社會嘅影響力同埋佢對於嚟制衡香港政府力量好大，先要打壓。如果唔係，有方同學點解佢會俾人打壓啊？點解唔需要你問多次一條問題？我喺度誒，雷神攞雷神取打怪物，最尾打敗怪物嘅係雷神定雷神取？即係要回答。係雷神雷神取都有功勞喎，但係譬如如果可以，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而家咧傳媒咧認為咧就係比較全面咧，即係譬如唔係淨係限於立法、立法同埋司法，即係可以就可以可以做出一個好窄嘅範圍嘅時候，可以嘅時候，全部能夠搜集到唔同範疇嘅資料嘅時候，咁樣點解唔係比喺其他嘅殺人手段更加有效？有方同學打敗怪物嘅係雷神啊嘛，冇咗雷神攞住個雷神取打怪物，唔通有方同學可以單住個錘仔嚟打敗怪物？有，如果冇咗雷神取雷神，可唔可以打敗怪物？有方同學，有方同學冇咗雷神取雷神，當然可以打敗怪物啦。當我哋做翻啲比喻落今日條辯題嘅時候，雷神取指嘅咪係傳媒咯，而雷神指嘅就係唔同嘅其他立法同埋司法制度咯。當而家只靠傳媒，點樣可以做到監察政府嘅作用？有方同學唔好倒果為因，先至我哋剛才主辯已經同你講到話，傳媒先至係利用嗰個所謂司法制度，而傳媒先正正係嗰個雷神。咁唔緊要，咁我哋亦都講翻嗰個有現行。咁有方一路同你講話，你唔需要舉出法官。但係咁，我想試問有方同學，你係咪認為現時冇任何嘢可以制衡到政府？係定唔係？有方同學，傳媒利用司法同埋立法制度係咪直接制衡？係啊，有方同學識啊。譬如咧，司法、立法就可以咧，去涵蓋啲好細嘅範疇裏邊嘅。但係咧，傳媒能夠咧，搜集到唔同方面嘅資訊，例如西港文化博物館等等，比較全面。嗱，再問有方同學，如果冇咗傳媒，究竟能唔能揭露到真相？有方同學，冇咗傳媒揭露到真相，同今日辯題根本冇關係。睇下傳媒係咪有效，冇咗傳媒今日辯題有乜嘢關係咧？再者啦，而家係傳媒用緊司法制度去制衡政府啊嘛。咁最尾制衡政府嘅係司法制度定係傳媒？有方同學，你剛才咪自己同我舉咗例子話雷神打敗敵人嗰、那個唔係個雷神取而係雷神咯。咁我覺得正正同我哋講咧，就係其實傳媒
先係作出呢個行動。其實佢個仔咁又點會係所謂司法制度加一仔行啊？有方同學傳媒係咪可以拉人去坐監？傳媒係咪可以作出審判啊？方同學，所以有方同學你答唔到呢個問題，咪即係代表呢個司法制度同埋立法制度先係我哋今日講緊嘅論壇咯。有方同學，其實咧講到尾咧，你完全即係譬如司法制度同埋立法制度咧，係唔能夠喺冇證據嘅前提底下咧制到政府嘅，而咧就係運用到傳媒提供嘅資料先可以制到政府嘅。可能就係有冇能問多你一句，如果咧冇傳媒報道真相嘅話，輿論能唔能夠迫使政府有所回應啊？有方同學，輿論梗係能夠迫使傳媒回應啦。500,000人遊行、100,000人遊行、200,000人遊行，呢啲就係種種嘅證據啦，方同學。有方同學，而家就見到司法制度先可以制衡到政府嘅時候，咁司法制度係咪最有效力量？嗱，都係有方同學都話啦，司法制度咧要靠咩？靠證據，證據邊個提供啊？傳媒啊，有方同學，有啲親警方知啦，佢就係提供咗呢、這個張建超喺暗角俾人打嘅證據咯。咁所以有方同學，司法制度缺乏咗傳媒嘅證據，能唔能夠制衡到政府啊？有方同學，而家傳媒連證據都唔肯俾喎，睇下七警案，而家條片剪咗49秒，而家連法庭都話條片唔可以用嘅時候，當而家新聞自由都影響埋法庭啦。咁有方同學，你一個話法庭可以攞嚟做證據論點，點解會成立？如果政府唔係政府知道傳媒對自己係有威脅，佢係制衡自己，點解要打佢咧？有方同學，你都避而不答啊！而家傳媒連向法庭俾證據都唔俾證據嘅時候，有方同學嘅第二個論點根本就唔成立。有方同學再問啦，而家迫使到政府讓步嘅係傳媒定係民意？如果冇咗傳媒，講民意唔能夠迫使到有方，唔能夠迫使到政府，迫使到政府回應啊！有方同學，點解啊？俾例子嚟俾我睇下，有民意冇傳媒，究竟會點啊？方同學。即係譬如西九文化博物館啲例子咯，佢就係話政府即係喺傳媒揭發咗有咩問題嘅時候，跟住咧就有輿論啦，跟住就令到政府咧作出回應啦。有方來自答唔到點解答唔到？如果冇傳媒嘅話，輿論、司法、立法等等嘅方法有乜嘢嘅用？有點樣可以解決？政府已用盡曬40秒。有方同學，我方講緊全場啦，傳媒只係一個小小嘅工具，即係正如雷神取之於雷神一樣，傳媒就係之於司法制度同埋立法會咯。有方同學，而家有方同學講嘅例子咧，就全部都係要經過立法會嘅審議啦，或者講翻出境案，全部都係要經過法庭嘅審議啦。咁最終制裁到政府嘅究竟係邊一個咧？就係法庭同埋立法會嘅議員咯。當而家連傳媒連法庭都藐視嘅時候，咁而家有方同學嘅第二論點根本就唔會成立。再者，根本直接落到制裁或者制衡呢個工作嘅法庭同埋立法機構咯。當傳媒當可能你有方同學話啦，蘋果係報過一單新聞關於逃犯條例新聞之後，政府就會自然撤回咩方同學？下方嘅發言時間用筆自由變到話事主通，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我方見面第一輪預判咗啊！多謝，唔使多謝。好，接下來見面環節，雙方見面有幾分鐘準備？
嘅爺狀都係你功勞啊！於是平衡咗一個位，頭先只係個小笑，要贏得場比賽就梗係唔係有一張半卡就得㗎啦。我手上面嘅一張卡只係輔助我嘅工具，變卡自己係贏唔到比賽㗎。而無論我方定係友方，要贏得呢場比賽，都係因為作為辯論員嘅自己，甚至乎有啲辯論員唔需要呢張變卡都可以贏到比賽。照例我就自問冇呢種才能啦。但係奇怪嘅係，有方同學認為只要有咗傳媒就可以制衡到政府咁樣嘅邏輯，同擁有一張變卡就可以贏到呢場比賽又有咩分別呢？嚟到見面位置，而總結今日雙方嘅討論，我哋不妨從辯題嘅字眼出發。我哋先睇下制衡。有方同學今日嘅策略好簡單，就係完全唔俾底子，因為傳媒自己有參與到呢個制衡嘅工作，就等於制衡到政府。而我方問到傳媒可唔可以自己獨立做制衡政府，有方唔靠完全唔靠其他機關，有方同學完全唔得。呢種策略講難聽啲就係混淆視聽。有個同學第二副就講到啦，立法司法冇咗傳媒，立法司法點制衡到政府？其實今日有個同學淺見咁個辯題，將個辯題就淺見為傳媒幫助立法司法機關制衡到政府，完全冇論證過傳媒係最有效嘅力量。再睇下現今嘅香港，我哋有個同學今日舉出咗好多唔同嘅例子，但係舉出嘅例子係咩？個好單挑喎，有咩？有沙中線，又有西九文化區，但係其實呢啲我哋前場一一解過，請有個同學唔好再拎呢啲例子混淆視聽。其實呢啲例子一係唔關政府事，一係就係民意或者是司法立法機關去制衡呢個政府，完全唔關傳媒事㗎。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完全不清現況，喺造字遊變嘅時候點解立場倒退？反問我哋，如果唔係嘅話，點解傳媒會俾人打？其實今日有方嘅立場嘅一退再退咯，我方已經解釋得好清晰嘅。傳媒而家嘅作用係揭發政府，但係唔係制衡政府啊嘛，有方同學。我哋最後再睇下有冇效啦。有方今日嘅立場其實好簡單，竟然話司法同埋民意嘅制衡政府嘅功勞可以全部歸功於傳媒。有方我今日主辯講嘅好西九文化區，其實係司法同埋民意。有方今日舉出嘅遊行口號嘅例子，更加係一眾香港人起上街頭嗌口號，想要制衡呢個政府。有咩關係呢？有方同學完全冇回應過我方嘅質疑，而反問翻我方點解全部俾反問翻我方嗱？有方好啦，有方都講唔過去，所以求其質疑我方。其實我方解得好清楚，有方同學以副舉出蘋果、明報等等嘅例子，亦都蕩然無存。講到底，有方同學係認為只要冇咗傳媒，我哋乜都唔係，因為傳媒一嚿嘢就可以制衡到全部嘢。其實我方就問到有方同學，冇咗傳媒可唔可以拉人？傳媒可唔可以制衡到政府？有方同學避而不談。其實有方同學都自己傳媒係制衡唔到㗎啦。其實今日有方完全冇否認到傳媒只係一個工具，好似我方自由變嘅比喻，傳媒就好似一把雷神錘咁樣，而傳媒並唔係雷神。有方同學其實制衡呢個政府嘅係你、我、民意同埋司法機關。其實講到底，今日有方同學揸住嘅呢一張便卡，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同樣，傳媒同埋雷神彩都只係一個工具。喺現今社會，新聞自由被完全剝削，而傳媒雖然作為工具嘅功能都發揮唔到佢應該有嘅職能嘅時候，有方同學你憑乜嘢認為傳媒可以制衡到政府呢？希望今日有方同學可以放低傳媒，放低便卡，放低自己手上重複嘅例子，明白到有傳媒就制衡到政府嘅呢個邏輯，尤其嘅荒謬，認清事實咁樣。近年香港政府施政失效不斷，以致社會狀況日益混亂，小至77萬公。公帑在深井起了一個巨額雕塑，大致用幾百億去起了一個處理了8年都未解決到的港珠澳大橋挑移人工島，又或者有人在拖過住了幾十年都等不到公屋，有公屋住的話都要飲鉛水，可見事無大小，生活的每一環，香港政府的施政都可以出事，重要是無論怎樣都好，都會影響到你。如此混亂的狀況之中，又有誰可以監測制衡呢？申訴專員公署、廉政公署，對不住。
呢一啲啱啱所講嘅嘢，唔係每一單案件都可以幫到手。香港唔係個鹹食，現實唔係漫畫，英雄亦唔存在。喺呢個暴政當道、社會混亂又冇英雄嘅時代，我哋又可以靠邊個去制衡政府呢？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香港嘅政治框架之內，理權咧本身係三權分立嘅。曾幾何時，我哋對於香港嘅政制充滿信心，以為可以同民主大國一樣，真係做到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嘅局面。但事實係，普選遲遲未到，立法會功能組別未被廢除，政府提出嘅法案同埋私人草案嘅通過準則有所不同，加上近年政治審查不斷引致議會聲音單一，立法會逐漸變為橡皮圖章。與此同時，關鍵一票又往往未能夠挺身而出，要制衡政府幾乎係天方夜譚。就好似有風浪今日講，係咁講個錘，但個錘其實唔會自己飛嚟飛去打人，就好似司法權咁，其實佢係被動嘅，而雷神其實係個傳媒。制度崩壞，議會冇英雄，要制衡施政失誤，對抗強權管治，香港人站於高牆嘅前面，就看似只可以孤軍作戰，因為站於高雞蛋嘅一方、人民嘅一方、傳媒嘅鏡頭就有如窺探鏡，探視高牆背後嘅現實。傳媒以一字一句、一上一帖告知市民真相，強權逐漸壯大，自由逐步萎縮，即便如此，市民無懼，傳媒亦無懼。相反，催生更多大眾傳媒透過報導社會真相，揭露濫權同埋行公義。古往今來，傳媒嘅存在對社會進步有著重大貢獻。韓國嘅光州事件、內地三聚氰胺、奶粉原子嘅種種社會危機、人道危機，都係由傳媒廣泛報導而引起關注，製造輿論，成為第四種政治權力，迫使政府回應，着手改善民生，回歸香港。睇翻香港2003年23条。官員貪污、沙中線、沉降角、釋國陽嘅施政失效，都係由傳媒揭發報導，喺輿論壓力之下，成為手無寸鐵嘅平民同公眾嘅一把利器，揭露真相，建立市民同政府之間嘅抗衡，更加係推使部分社會運動追求民主發展嘅其中一步。或者有風婆今日同在座各位會認為，能夠制衡政府嘅始終都係市民，因為係市民俾壓力政府。但諗深一層，市民之所以能夠俾壓力，起源於知情，而知情權就係源於有傳媒報導真相。轉一轉個角度，政府為咗鞏固政權或者維穩，偶然一定會欺騙市民，而我哋要做嘅就係揾出事件嘅真相，亦即係傳媒而家做緊，即係佢哋嘅天職。但假如傳媒而家不再中立，傳媒只在維穩，再都唔揭發不公，選擇淪為政府封鎖消息、形象工程嘅工具，市民就唔會知道自己所居住嘅城市嘅安全系數、生活素質等等，更莫關於警察濫權等嘅問題，最後只會係政府為所欲為。與此同時，市民嘅生活被逐步剝削，故此傳媒監督係知情權嘅先決條件，亦係制衡政府最重要嘅棋子。追尋夢想嘅道路固然難，為民主而打拼嘅道路荊棘滿途，但尋求真相嘅道路亦唔比兩者容易。然而喺混亂嘅世代之中，我哋冇咩超級英雄，但係我哋至少有立場哥哥姐姐呢一類為咗真相願意犧牲時間、血汗人身安危嘅傳媒工作者，部署速報內彈、水炮車嘅風險去到前線，為我哋留下一絲希望。多謝公民與傳媒，多謝各位。Thank you.
佢嘅準則上面咧，我係啲嘢想即係同大家做一個討論啦。其實政府一開始咧，佢嘅準則咧係話希望咧係都係要賠償代價呢個主要用語，我係佢聽到啦。而咧反方嘅用語其實都係相近，佢就話咧要懲罰呢一個嘅當權者咧，先至咧係會叫做為之制衡。咁但係其實於我自己覺得啦，其實雙方嘅制衡咧又唔係真係爭好遠。咁但係一路打落去就發現，其實發現原來傳媒係真係好可以好直接咁樣去令到我哋官員問責或者下台等等嘅做法。咁而且我就好欣賞咁多議員，可能佢嘅後場都冇乜點問嘅，就可能就咁樣。你講到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因為傳媒本身佢唔係一種嘅公權力，咁所以如果要苛求咧，佢話一定要喺法律上面咧去立即去制裁咧呢一個嘅官員咧，其實係本身好難，即係譬如即係司法冇可能做到立法嘅嘢，傳媒冇可能做到司法或者立法嘅嘢，咁呢樣嘢係正常噶嘛。咁我哋唔可以話，因為佢冇辦法喺呢啲嘅方面度好強咁樣制衡到或者制裁到呢一個政府嘅時候，我哋就話傳媒唔合，所以我係。呢個位係自己相當之高分嘅，或者係相對高分嘅分數啦。咁但係同時有反方有一個整位係非常之好嘅，即係譬如話即係就住正方統或者就 Facebook 啊成啊嗰啲咧，其實唔算係傳媒，或者沙中線咧唔算係傳媒。而且確係喺你資料運用上面咧，或者係你應對上面係可以有效咁樣將嗰個範圍收窄到淨係你好想打嘅範。或者可能呢個係賽前嘅策略或者係點樣咁，但係咧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我想想喺最尾俾翻大家就係、是，其實咧就啊，不過以前有一個人就講過，給我一個支點咧，我就可以撐全個世界。咁、那個問題係，到底佢可以撐全個世界啊，因為係個支點可以撐全個世界咧？其實我覺得呢啲問題咧就係即係關前人嘅一啲嘅思想就係非常。超越性係點樣？佢哋就有一題就係講咩嘢係最有效、最重要咁樣。咁就係講呢一個花腸服務三個。咁到底係氧氣最重要啊？高温最重要啊？定係呢一個嘅燃料最重要咧？因為其實問題上面係你唔係話冇咗任何一樣嘢，你個火都係唔會著噶嘛。咁所以其實問題係會唔會最重要嘅嘢有陣時係咪係必然係單一淨係一樣嘢咧？因為其實一樣最重要嘅嘢係要相輔相成。才可以有一個整體上的制衡的效果呢，即是你復仇者聯盟那樣，是不是真的雷神一個自己打完成場呢？另外其實他都要是跟其他隊友合作，或者是要跟他的隊友合作，我怎麼說是才可以去打下低一些壞人呢？我這個是值得幫大家去深思和反思。謝謝。
咁我覺得呢個男權佢可以成立嘅原因就你擺喺香港可能都可以係，但係你自己講法就有少少人本質上反對緊整個傳媒嘅整個生態嘅部分。咁所以呢個就要小心少少。咁另外，我覺得正方對於呢一個質疑咧，咁我都明白難解係正方真要程序呢個字一個即係辯題俾你嘅一個民主啦。咁我覺得其實你後面有啲嘢，其實你 follow up 上嚟，其實我覺得都三隻，即係譬如講緊喺主動或者被動上面，其實制度係死嘅 ，OK。咁你可能傳之後主動，咁我覺得咧，其實都有好多類比咧，就係之前即係有一段時間拗好耐。其實個類比嘅出現咧，理論上係要論證咗傳媒究竟係主動被被動使用到嘅。咁啊，各位諗真啲就係，因為你實際上要拗嘅就係傳媒究竟有冇辦法主導到成件事嘛。如果你未論證到呢件事出嚟，你就直接話唔知取係傳媒定係邊個傳媒，就你最尾兩邊都係只拗嘅。咁所以我覺得你未有個前提去判斷到邊個係主導嘅時候，你就直接甩咗個類比落去，其實對於大家都冇好處。咁呢個係第一。咁所以喺類比上都要小心。咁咧係啦，真係講得好到三。即係講想講翻少少一開始嘅時候，我覺得正方咧其實你都預咧就係你自己，你一開始係攞咗啲圖批或者你本身喺策略嘅鋪排上面做咗啲咁樣嘅方會公司嘅部分。咁其實有啲嘢係用得都要小心啲咯。譬如即係有時聽到啲嘢咧，我哋問緊方方，可能佢即係提醒我哋，譬如你開 Zoom 嘅時候，你主已經講話係輿論的士呢一個，咁其實輿論呢件事喺我嘅 interpretation 底下，都係會成問題嘅。即係如果你用輿論的士呢個推論去 illustrate， 即係傳媒監督嘅嗰個力量，我就即係譬如啱啱開始問方，佢就係主打民意，或者民意只係一個制衡政府嘅掌控，我有個同意。咁呢啲要小心。同時反方咧，你一開始 put 嗰啲。其實我覺得都 OK， 但係咧，又係有一啲即係你從現象個本身啦。如果你即係純粹針對沙中線本身係咪一個政府嘅一件嘢，咁喺廣義上政府如果你放大到去公權力嘅嚟講，都可以係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解呢個例子，咁直接話咯，其實即係你個本質上係佢中意唔認真嘅嘢，或者佢真係反映嗰啲法嘅時候，我就可以成立法規管。咁但係有情況唔係講緊林鄭犯法，係即係講緊佢冇 exactly 犯咗某啲嘢。錯或者唔係法律上犯你錯嚟嘅事，咁呢個時候我哋冇辦法制裁佢。咁所以呢個先係瞭解嘅嘢，就係純粹去同佢爭個例子上面屬唔屬於討論範圍，呢個就會好即係諗遠啲咗。咁但係當然都即係有呢個反應都係好事。咁去到最尾就係、我覺得其實你哋嗰個審查嘅位其實可以講多少少。咁點樣講咧？就係我覺得正方都話不斷強調真相係可以講出水，但係喺你嘅立場底下就係、當傳媒佢本身係即係可能你可以話佢係專業啦，咁佢係一個可以避免嘅工具。咁點解喺審查情況底下，你嘅真相出咗嚟嘅時候，唔會告訴呢個嘅真相攞出嚟咯？因為而家社會就係講緊，當大家都覺得一時同你回口，當 TVB 佢當電視係佔住大家個接收資訊非常之主要嘅渠道嘅時候，你所講嘅真相未必係最緊要出到嚟嘅真相。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大家可以諗真啲，就係、用翻正方嗰個講法去即係執。我想講最後一樣就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問題，整方咧 feel 上我都問到咧，係好有心意，不過可能你自己唔好嘅就係而家邊個好似係一副就係話咁點解佢揾阿星姐？嗱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好有價值，但係咧我明你想 push 咩，但係你問真啲係今日呢一個月勢，即係你打一個 feel 打新聞嚟打呢個月勢嘅時候，你出呢樣嘢咧，其實你好嘅就係應該前排係咁貴低先。我明白你想講係揾佢打壓，等佢驚啊嘛，驚先打。咁但係個前提係呢個政治體下嘅搖擺有冇跪低？呢個係你要交代嘅。如果你要出呢樣嘢，你嘅立場都係冇跪低 ，OK？ 咁但係喺今日反方逼問你嘅時候，你覺得你係咪可以企得住媒體冇跪低嘅呢一個聲音咧？咁我覺得你呢個要認真少少。咁但係我覺得條問題係真係事。咁係啦，咁係即係 general 嚟講，一定講其他嘅。就算是你講緊可能一個大學生，甚至出嚟可能做緊一行專業研究嘅人咧，都冇咁易可以做一個了解嘅。咁大家今場其實我覺得相當高水平，因為閉下學生都冇可能講翻佢哋嘅話啦。呢件事咧，我覺得嗰個定義嘅問題，其實咧，反方你會覺得政府係一個人咯，感覺上，因為你哋會話覺得最尾令到政府非常制衡咧，
就令到停出嚟制停啊嘛。例如你唔使佢下台，你可能俾人罰得到啦，啲先生點啊？你反而觀感上得呢個政府成為一個人，但其實係正方你開頭嘅時候咧，你嘅想定其實政府係一個佢不少人嚟噶嘛，佢一時一個牽涉公眾嘅一個叫名詞啦。咁你所謂嘅制衡就要令到佢可能啲施政可以扭轉過嚟嘛，你就變咗咁。但係你哋第二個 point 咧又講到話咧，一個制衡其實就係提供嘅證據，啲司法系統，然後運用呢件事去懲罰一啲人嘅時候。咁我就可以思考啦，咁其實會唔會你當佢係一個名詞，一個公眾嘅代表，但你要用一個制衡方法制衡佢哋嘅時候咧，咁其實會唔會同佢本身設定嘅少少自身矛盾？咁你見到㗎？阿方咁啱食正正啦，食完少少，即係我呢啲設定，當佢人咁樣打。制衡嗰個標準定義人咁樣處理嘅時候，你哋幫長到好耐。咁呢個位我覺得比較時尚。第二個位我就覺得咧，其實兩邊都有幾好問題。例如正方你哋問反方，咁究竟香港而家有一啲咩方法可以制衡到政府呢？但反方係咪似乎都好似唔知點樣答案啊？有啲保留嘅，因為實質係諗唔到。跟住又到呢一個反方啦，當呢個傳媒不斷報導嘅時候，政府都冇反應嘅時候，咁又點樣制衡到政府呢？其實都係唔知點樣答案。咁就慶幸大家身處呢一個香港呢一個制度扭曲嘅地方，從來都冇一個地方係標榜自己民主自由，但完全唔係一個極權政府嚟嘅。香港即係我自由行 ，OK， 咁就唔錯啦。咁但我覺得，既然你哋都咁樣 set 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反方幫呢個尷尬，或者是可以去盡啲冇咯？你哋既然嘗試否決緊呢個全民權嘅制度，咁你講其實香港係冇一個辦法可以制衡到政府啊？咁你哋既然都前嗰次嚟講都正方啦，其實你哋標到自己推動都有少少奇怪。當你哋係咪背後嘅事實想講話，其實三權已經失效，但係你係咪要咗未到司法咧？咁未到司法，司法好似 OK， 但立法已經唔得㗎啦，行政都唔得㗎啦。咁但係你哋後期又想用翻呢個概念啦。咁當三權失效嘅時候，咁又可以用翻全民去用翻嗰個系統去制衡個政府。其實呢一個咁嘅邏輯，其實最後都會自己打到自己喎。你覺得三法嘅時候，咁又覺得仲可以用翻佢，係咪有少少變化啊？但既然都係咁樣 set 嘅時間，最重要咧，嗱，一個民主社會最好嘅就係一個三權制衡到政府啦，四權五權發揮功效啦。呢個比較冇咁好嘅政府咧，就好似而家咁樣香港啦。咁其實三權失效嘅全好似有啲用啦，但當去到一個而家近呢幾年極端嘅情況嘅時候，大家都聽我講八個字啦。其實講到尾，根據嗰個社會體量，最後一個手段係乜嘢呢？就係光復香港，時代 exist。 咁既然你哋都已經覺得係咁嘅時候，咁你要推到呢一步嘅時候，如果你冇咗真相，冇咗全部，可能你哋個原因，但係用咗最後嘅真正要做到最後嘅手段嘅時候，你係唔係可以用咗全部去做呢件事呢？咁我就覺得，因為大家都想攞到好處，但可能好唔好衝入成個競逐㗎啦，已經裏面冇選擇空間㗎啦。正方又係想咁樣講到，想講到全部去做完方法嘅時候，但係大家就有啲保留嘅時候咧，可能成大家試嘅相信我，我又唔敢講啲嘢，又唔敢講啲嘢，大家同佢咧做叫做平面上面嘅交流，叫做我俾下你，你俾下我咁樣咯。其他策略嘅方面咧，咁試嘅方面咧，咁我相信大家嘅，但係都問住大家㗎啦，呢啲就唔想講啦。最佳辯論員是反方的第二副辯論員劉以樂。